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主持黄杨达、黄毓民。早晨，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雨时报》联播嘅早晨节目啦。咁啊，今朝有 Christine 啦，有阿康啦，有阿莲啦，咁样同埋商业推咪嘅。陈四啊，陈四生日快乐！新闻嚟嘅，系四 B 一百生日快乐。再讲一次，我哋再讲一次陈四生日，晒地下。系啦，有冇公共性嘅陈四生日快乐？有，即系唔系冇。有公共性嘅，去到有假期先有公共性嘅，即系受神嗰啲嘢。系陈四受神系啦。而家我哋有边个系即系有咩人物系放假？即系以前因为生日所以放假。以前就孙即系再之前有啲可能孙中山有时都孙中山放假嘅咩？有啲学校会放嘅。孙中山大年系啊。而家我有假期噶，如果我系同一日生日噶。你同孫中山同一日生日，咁威啊！所以我假期放假細個，但後來冇咗陰公。但你放飛機嘅？係啊，咩關咩事？唔好意思，關咩事啊？同生日冇關係嘅。O K， 其實耶穌咯，佛祖啦，佛祖咯咁樣。但嗰啲係宗教嘛？咁都係人啦，咁都係人啦，英女王咯咁樣，咁就冇乜其他啦。咁嗰啲先有公共性嘅生日嚟嘅，如果唔係其他都係嘥地題都係冇乜關係嘅，所以生日翻工系啦，系只有大人物生日先放假嘅，所以系应该翻嚟系拗货金嘅，咁就系比较可怜嘅一个生活啦，主要系咁咧，咁就今日讲咩咧？咁样今日就讲呢个可能都系好多人嘅生日愿望嚟嘅，我唔知系唔系啦，咁样咁就系东方嘅头条啊，咁就唔知佢点样嘅推论嚟嘅，佢就个引题就系对港府死心。咁咧就话16年新高，移民台湾就年逾千人咁样。咁嘅意思咧就系讲咧，原来即系今年啊就破咗纪录，咁就系咧移民台湾嘅人数咧，今年咧就超过咗1000人啦。咁样讲咁少，我第一件事就系谂。即係奇怪啦咁樣，咁你哋講係大致係咩啦？我把聲點解會咁嘅咧？係啦，佢呢個報道咧就係講話，即係台灣嘅官方數字咧就係講話，即係上年啊2016年咧就公布個數字就係話，總共有1273個港澳居民咧獲當地批呢個定居嘅許可，咁港人就佔咗85%啊，約有咗1086人，咁就較2015年咧大幅上升咗40%，咁就佢亦都有呢個報道有呢個訪問一啲移民。顧問就係話，近年咧香港人咧就查詢移居台灣嘅人數咧就增加咗近2倍啊！咁就話主要分析原因就係話，即係台灣嘅一啲即係投資移民嗰個門檻比較低啦，咁同埋亦都係即係租金比較平啊，同埋創業機會比較多啊，咁同埋亦都有啲所謂學者咧就講到就係話，主要關於呢個政治嘅事件啦，即係佔領行動啊，或者係旺角暴亂之後咧，就話即係香港嘅政治又變得動盪啊，咁所以就令到香港人亦都有啲即係民生嗰啲去意啊，就話即係所以又決定由香港就移居台灣咁樣嘅。台灣嘅政治就和諧啲係嘛？佢意思係嘛？係啦，可能就係咁啦。但唔係好常咩學者嚟㗎？唔係，但係通常咧啲人啲宋立宋立。哇！香港政治真系好冧冧乱，我对台湾你当台湾流嘅啫，唔系你啲嗰啲黄师奶咧冇住咁讲嘅。而家香港立法会冧冧乱打交，学晒啲台湾人，唔系呢个好似咁讲噶嘛？呢个最初郁文掟招，啲人就讲话做乜要将立法会香港立法会就立院化咧，台湾化咧？咁嗰陣第一件事就係諗，咁好似台灣咁咪幾好咯，起碼有得選先啦，咁樣，咁就有咁嘅討論啦，咁樣，咁呢啲解讀咧就。就你可以有兩個說法嘅，第一就阿豬阿狗都可以解讀啦，第二就係阿豬阿狗先會走去解讀啦，咁樣。咁我哋呢一節去解讀呢件事，咁樣。咁移民咁，但係首先就係嘅移民台灣呢一個嘅 idea 咧，我諗係咪？其實係究竟係近幾年先至有啊，定係行來已久都存在咧咁樣？咁我係唔知嘅，因為我諗每個人會有移民嘅念頭，
起碼就係你有一定嘅事業基礎，或者即係你你唔會學生年代會諗，即係會有嘅，會有學生年代會諗嘅，即係佢哋已經用唔同嘅方法咧，即係除非佢本身就好想離開香港噶啦，即係好細個就已經想，所以就不論係利用交換生嘅方法啦，定係working holiday 啦，係就希望落户啦，或者係偷渡啦，定係偷渡。定是找隻快艇著草啊，整住庇護啊嘛，是啦是啦，咁樣啦咁樣，咁但係呢啲機會就少啲。咁我所以我唔知咧，因為我哋都係後生仔，係我哋年輕一代，我哋幾個都係後生，我就唔知道譬如俾我哋早一代嘅，即係可能而家四十幾歲或者五十幾歲，即係譬如我爸爸媽媽嗰代，就喺佢哋後生時候，即係講譬如面對可能係六四之後或者九十年代，如果佢哋有一個移民嘅念頭嘅話，台灣係咪佢哋一個嘅？我谂好大嘅选择，我谂排序方面就应该就唔相信就唔系嘅，主要即系当时咧，即系我估计啊，就系一啲可能即系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啊，即系主要比较西方国家会比较多啲嘅。咁但系到咗即系以我哋印象中咧，成日听到话台湾移民台湾，可能过去嘅即系几十年。聽得最多就主要都係嗰啲咩四大探長啊，即係嗰啲犯咗法就過咗去台灣度過養老咁啊，即係唔翻嚟香港，即係冇引渡嘅條例嘛。因為呢啲我唔敢亂講，尤其是你攞呢份東方係Christine 咧，你屋企係移民噶嘛？係咪啊？係啊，你係唔係你話即係六四後啦？唔係，但係其實我哋移民又唔係好因為嗰個所謂嘅香港政治氣氛，唔係因為佔領啊。嗰陣未有佔領，係、因為政治氣氛唔關事，因為嗰陣好細個咁，因為我有個親戚本身許賢發就嫁咗過去嗰邊，咁、你知佢嗰陣好興就係一個過咗去就冧埋成家啲兄弟姊妹啊嘛，咁其實就係純粹係一個親屬關係嘅狀況，你家庭團聚係冇。Exactly 斯黎山、就是、美国斯黎山你走开啦，我抹黑 Christine 了，抹黑我呀，不是那个不同的，人都留在那里抹黑我，即最终就有一个选择啦，我们有一个选择 就移居啦，即因为家里的关系，但我走那阵都是九七后的，但是申请那阵就是九七、后，但是就是九七前的，即係我個人，我個人 physically 過到去，係啊，動身就係九七之後嘅 physically 過去，係啦，即係但係申，因為你要一段時間申請噶嘛，同埋 emotionally 咯，同埋但係你申請嗰陣就係九七之前嘅，就用呢個都係家庭團聚，咁嗰陣都係移民淡靜期咯。九七前咯，九七前幾年咁樣嗰啲咯，幾年就咁都烽火啲嘢。係啊係啊，申請嗰陣就係都多。九七後就回流潮啦，已經係。係啊係啊，一班翻嚟揾食嘅人啦咁樣。如果我印象啦，即係亦都坦白咁樣講啦，以前啊，即係講廿幾年前咧，即係發生六四事件之後，咁香港人個都係諗移民，就係上一波啦，諗喎，唔係話真係好做，即係做都唔係少啦，即係都係一波啦。咁如果以亞洲地區咧，我認知就係新加坡咯。咁嗰陣喺書局啊、報攤啊，就賣好多啲錄影帶啊，就係咩移民新加坡策略啊，跟住教你點樣可以換波子啊，咁樣嚇換波子架車冇咁多錢喎、啊，咁樣咪係新加坡紙幣咁樣，即係有好多移民嘅讀書啊咁樣啲嘅技巧啊咁樣都有。咁但係去到我哋呢一代咧，就台灣就成為咗一個好廉價嘅選擇啦。咁好多原因啦，就係、是、要付出嘅錢唔係多啦，地方又好似好近啦，大家都講中文啦，係啊，所以語言係你哋以為語言係通啦，係啊，大家就講台灣話，成個台灣都唔知道你講乜嘅，其實都係啊，和優謝哥，謝哥，豪色啊，都係嗰啲。咁我諗近幾年好多，亦都報章傳媒有好多呢啲嘅新聞啦，成日都講話，八十後兩口子就去到花蓮定係台中就買笪地，跟住就開 cafe， 哇，都只係攞咗100万港币就已經做到投資移民啦，咁樣，咁就好多都哇，唔係100万港币，100万台币啊，好似係，係啦，有啲咁啊，大家都趨之若鶩啦，咁就早幾年啦，咁不少呢啲
呢啲成功嘅例子啦，咁大家都有呢個咁樣嘅念頭啦，所以我先今日先奇怪，原來炒到咁大件事，超過一千人就係好多啦咁樣。咁根據數據其實都多噶，因為其實近十年咧，平均去香港人移民出去其他國家嘅人數咧，就大約係七千人到啦。咁扣除最多嘅美國啊、澳洲啊同埋加拿大呢三個最熱門嘅國家咧，之後咧，咁其他地區其實都係大約係二千人到嘅啫。咁樣其實如果移民台灣超過一千人咧，其實已經佔咗其他所謂其他地區嘅一半，第四大國家啦，係啦係啦，會去嘅，肯定係第四大國家嚟嘅啫。咁當然係好多原因就係頭先都講啦，即係個門檻好低，成本好低啊。個成本唔係淨係講錢啦，係頭先譬如語言、生活成本啦、生活成本啦、語言溝通啦。其實嗰個距離都近啦，距離都翻嚟香港好快，距離都近。即係譬如我媽嗰陣早兩年都有問過我嘅，即係講緊我嘅家庭啊，即係我自己家庭啊。咁啊問啊咁樣就講要走啦係嘛？講唔係講我老婆，即係話你哋去見啊外父外母咁樣喺邊？住八鄉，哇咁遠啊咁樣，好鬼遠啊！跟住無端諗啊，其實都如果諗移民台灣好唔好咧？佢話近近地又幾好喎、啊。咁呢个地理世界就大家咁样认知啊，大家都明啦，咁样火星都近嘅，系啲科学家都话，最近系移民嗰度有水嘅啦。咁就所以台湾成为咗大家好系逃离嘅愿望表里边啊，即系想走嘅一个计划，因为都几 affordable 噶嘛，即系对于即系普遍嘅即系可能中产嚟讲，系啊，跟住原来又讲又话要移民个要嘅日子，亦即系可能一年或者一年零就已经可以办晒手续啦，咁样亦都唔使好似美加嗰啲咁复杂移民监咁样长嘅啊，系啊系啊，咁嗰啲亦都。即喺程序上都方便好多啦，咁樣咁啊成為咗大家好似移民嘅首選咁樣，咁就當然啦，大家可能就會討論啦。喂，唔係喎，夜晚大家講完日子就會講新土不易嘅喎，咁樣係咁係咪有啲咩衝突咧？嗱，即係咁樣講選擇嚟嘅，我覺得即係一個生活嘅選擇。移民我唔傾向嘅，我唔算好贊成嘅，但係我又覺得咁呢個係一個第一合法啦。咁但係甚至咁講嘅，其實合情合理嘅，我覺得即係如果有一個人要作出一個選擇，就係我要離開香港，我唔覺得嗰個存在對於即係逃兵啊，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啲人話。逃兵啊！咁首先你要系兵喎、啊，即系咁讲喎，即系好坦白咁样讲。咁你想问你揸咩枪噶嘛？攞边眼枪定点？有冇跟喎、啊？系啊，你冇跟，要冇跟喎、啊。首先你系兵，你有冇觉得自己系有一个咁样嘅责任？所以、即系嗱，新土不易系一个主张啦。咁但系会有啲人嗰个讨论出，喂，咁佢本身觉唔觉得自己系新土不易先？嗱，但系你要知道、啊，你要知道，即系话。新土不易是一样嘢，当香港是一个家是另一个层次，定是当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亦都是另一个层次。我又不会觉得就是说你选择移民或者你那个你就觉得你不当香港是屋企啦，你没有感情啊那些，我又绝对不是啦，因为譬如我哋很多海外的听众啦，很多人都支持《月时报》，但系佢 physically 佢唔喺香港，咁呢个可能系当时嘅选择，或者可能系一个最近嘅选择，亦都唔奇咁样。咁我讲我自己个人先啦，我都头先咁讲，即系我唔倾向移民，即系我可以选择，我都唔会走嘅，即系尽可能都唔会。即使你话好多人，譬如另一个谂法就是，譬如为下一代啦，即系话读书啊，好多教育，咁香港教育真系好閪嘅。咁尤其是而家会亲身经历啦。咁台湾人变得好好老实嗰句。咁你又啱喎，咁你又啱喎，即係如果純粹以一個教育角度出發嘅話，係啊，就台灣就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咁咁講，即係如果係，唔係你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你比起香港咪覺得好似好啲咯。逼得冇，唔係台灣逼得好緊噶，台灣啲補習社都好堅噶。咁不過香港係走向一個荒謬嘅地步嘅，即係一個離譜啲嘅地步。嗰、那個
其實有如果你咁樣嘅説法咧，就係究竟移民台灣係為咩咧咁嘅？咁啲嘢食安全好多，起碼暫時就嚇係咯，咁同埋而家唔使服兵役嘅，係咯。屌，咁你起碼有滅頂行動啦，香港滅村啊！麥當勞未滅到啊！唔係咯，大家仲食緊麥當勞啊！唔係，咁台灣梗係好啲啦。咁呢個無可否認啊！你台灣去個旅行你係咁，唔係啲嘢食係好味啲嘅，但係你話食品安全就真係唔知道。其實都係化學嘢嘅，好似咁啲塑化劑啊，咁嗰啲都即台灣過往都有食品安全問題嘅。但係你話如果普遍嗰個食物嘅價錢同埋嗰個食品嘅味道係都係好嘅嗰啲就。是咯，系咯，咁當然佢一個好嘅選擇啦。我唔會否認呢個係一個好嘅選擇啦。咁所以先會大家都咁趨之若鶩咯。甚至其實大家會掛在嘴邊討論嘅。我諗有一定年紀，即係可能30歲開外嘅朋友仔都會可能一啲 gathering。會有呢啲討論係毫不奇怪啦，或者當你喺 gathering 時候，啊邊個已經搞緊啦，已經佢去咗啦咁樣，即係可能都會有啲討論啊，佢去咗台灣啦，咁去咗移民啦，去咗邊度？咁會開始有，咁甚至我聽翻嚟就係、是、尤其唔係講邊個年齡層咧，而係啲中上產啊。講緊即係唔係中產喎，中上產嘅一群咧，經歷即係真係同政治氣氛有關啦。聽翻嚟就係攞多個護照就大有人在啦，已經係即係近幾年辦多個護照係大有人在喎，咁樣啦。咁哎呀唔使打啦，冇咗個攤曲啊，俾翻我睇下攤曲啦，要講啊得。咁就係呢樣嘢。咁係多嘅，好啦，咁你話解釋嗰、那個。原因啦，咁啲人就話啊，咁點解呢幾年會特別多？譬如你頭先講嘅送立功就好少啦，佢因為佔領啊咁樣，啲人咧搞亂香港啊，香港撕裂啦，香港撕裂直白啦，係啊，撕裂到台灣咁啊走啦咁樣。咁但係唔係喎，移民顧問公司唔係咁講喎，移民顧問公司頭先你報章嗰個説法就係咩？我唔記得咗，門檻低係與移民化相近，香港嘅租貴係啊，錯。業機會又多，又好容易吸引到香港人移民啦。咁係啊，我係啊，我買層樓嘅首期就可以去台灣兩次啦，移民可以有兩個 family 移民到去台灣。咁點解唔去有另一個考慮呢，或者叫做攞多護照？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嗰個咁啊。咁就相對嘅啫，成本高低嘅嘢，咁你香港貴咯，咁你咪顯得台灣平咯，咁樣，咁呢個都有另一個睇法。跟住譬如東方啦，佢個頭條啦，咁佢嗰個引題就寫對咩啊？對港府死心咁樣，咁呢個都係好對香港死心，對港府死心真係。小心啲講嘛，唔係你個講法都啱嘅，即係我都想入呢個點咧，就係佢話喂對香港政府死心，佢其實佢言下之就係佢又唔係講佔領喎，佢呢個説法，即係如果以一向你哋睇開東方嗰個諗法就係唔係南亞裔啊，即係成日都覺得政府管治唔好，所以佢會可能嗱呢五個字我就會。令我諗到，可能東方落嘅一個嘅判斷就係覺得香港管治好差啊，又政不通人不和啊，咁樣咁啊管治唔好咧，咁啲人就選擇走啦咁樣。嗱呢個説法咧，可能會同蒙斯大不謀而合嘅，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嗱。你首先會認定個東方係建制派報紙啦，咁你認定咗黃絲帶係泛民或者自稱民主派啦，咁樣咁啊叫做政治上南轅北轍啦。但係你話佢哋同一個又同一個思考個模式，就係覺得政府管治唔好啦，咁我都係走啦，咁樣又唔奇嘅呢件事，即係有呢個睇法。但係我再諗深一層就係、是、去到今日啦，即係經歷過你話佔領又好上年年初嘅魚蛋嗰件事掟磚嗰件事又好，去到選舉啦，立法會選舉過後啦，咁樣咁係咪淨係對港府死心呢？我覺得如果到而家會有人考慮
會離開呢，我覺得那樣東西不是只是講的是不是對香港政府死心咯。那剛才譬如阿康講是不是對香港死心呢，因為我認為對香港人都死心啦，即是你周遭的人令你死心啊，即是你身邊啊，是你身邊身邊的人啊，是即是我扮宋立功口解釋啦，你怎會只是當然即係其實移民顧問可能最清楚嘅，就係嗰個平嘅考慮因素咯，嗰平嘅問題咯。但如果你話牽涉到政治嘅，喂，係咪淨係同政府管治啊，或者所謂社會上面有啲社會行動啊，有啲社會嘅抗爭啊，啲社會社運嘅嘢，令到覺得啊香港好似好亂啊咁樣，咁我唔會傾向相信啦，亂嚟亂去都係一條街嘅啫，香港搞清嘅社運都係咁但如果你話真正在政治上的一個，即係淨喺政治層面上面的一個嘅預期啦、嘅期望的落差，跟住衍生到你死心的，我梗係覺得根本就是對香港人死心啦。即係去到近幾個月，你終於發覺香港人蠢到呢個地步咧，即係由投票俾清正啊，由大家我要曾俊華啊，去到即係嗰個蠢到嗰個地步，就係喂，去到係你周遭的人，你身邊的。是多的喎，仲要係即係大家都好樂此不疲，做個港珠啊，去到好支持曾俊華啊，濕曬啊，嗰種對於政治上的追求，原來同即係我會覺得好同個。好同個時代相差緊二十年嘅，你諗下，即係喺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大家都爭相要移民嘅時候，其實亦都係個對於政治嘅恐懼啦，對於所謂嘅回歸啦，主權被收翻咧，俾中國收翻嘅一個恐懼所產生出嚟嘅一個陰影啦，跟住大家選擇就不如離開呢個地方，覺得唔夠中共冚喎，但佢坦克車喎，佢車死人喎，咁樣跟住開始民生。但係你諗下，如果當時就已經有本土派出現，件事係咪好好多咧？咁樣好啦，咁冇辦法啦。咁去到廿年後先至會出現一個本土嘅主張出現，但係時代已經比你領先得更多啦。即係當大家在政治上嘅爭取，其實大家都係唔夠聰明咯，我只可以講。你諗下，當年講民主回歸，而家你係支持咧，咁反而我自己覺得，你話真係有一個死心喺度嘅，即係如果真係哀莫大於心死，咁身土不義有呢個要求，我覺得對一啲好恨嚟咗香港嘅人嗰個要求有啲不同嘅，我自己會冇咁睇。我覺得如果嗰啲人都係走咧，就走得徹底啲咯。其實我從來都係咁講，即係走咗就冇回頭，就唔好干涉啊，唔好俾意見，因為你就即係冇走咗就算咯，唔好兩邊走咯，因為黑人憎，即係譬如你喺外邊評論翻你香港啊，你做咩唔做呢啲嘢啊？咁呢件事係黑人憎噶嘛？你對於仲喺香港嘅人嚟講，其實我好幾次同一啲海外嘅支持者，我都會有睇，即係甚至鬱敏咧，佢對佢嘅上美加都會講，即係你關心你自己的地方啦，咁樣，即係嗰個唔係一個負面嘅説法嚟嘅，甚至即係我同阿會長咧，即係阿羅姑娘咧，扎租咧，即係萬事俱頭咧，咁個名嘅好多梯度啊，我驚你唔知係邊個，仲有咩梯度啊？我都會話咁你關心香港，咁大家都係呢個年代，唔好逼個女啦，唔好逼個女幫手算，逼個女都唔緊要，逼個女婿啊嘛，即係。你讓佢關心佢自己住嘅地方會更加好啦，咁樣呢個冇呢個個人睇法啫，呢個又覺得唔特別。我會咁覺得，因為你都落地生根喺嗰邊啊嘛，咁因為你就佔領嗰邊咯，你將嗰邊變成香港人嘅地方咯，係啊，我覺得係噶，因為拎住藍粉出嚟，唔係因為你就佔領做大嗰個香港個區，或者即係一係就咁樣，因為如果有時。你係譬如企喺一個好離地嘅角度去評論翻香港啦，即我唔係講我哋嗰啲支持者，即係譬如啲黃絲咁樣，咁嗰啲係好黑人憎噶嘛，你又唔喺度，即係譬如你喺度評論翻你自己喺美國，你有得投票，有民主，有相對嘅自由嘅，然之後你評論翻香港啲人喺度搞笑，咁呢啲係黑人憎，因為香港啲人喺度佔領喎，係黑人憎噶嘛呢啲，你自己有自由，唔俾我哋去爭取我哋嘅自由。
咁呢件事係即係，但係你好多疑問嘅，咁我對於佢哋就係你要走就走啊，但係唔好翻翻嚟指手畫腳話咩香港人你哋乖乖地啦嗰啲咁，即係唔好阻礙住啲香港嘅民主發展啊，係啊，即係唔好，你唔幫手就算啦，冇所謂，係啊。是啊是啊，但你們有沒有想過即移民台灣的，其實即、我不是一直都有想，即不是一直有想，阿蓮有沒有想過 移民台灣的？沒有、沒有的，我完全沒有想過，即 Christine 不用想，Christine 不用問 Christine， Christine 有美國揸綠卡的人，是啦、啊、就不會移民一個比較環境都差的地方的、不是喎、冇諗，唔係個個睇冇呢個 option 啊，係咪冇呢個 option 先？咩有冇呢個 option？ 有冇去台灣啊？冇，咁但係我唔係中意台灣喎，但係、我唔會中意住喺嗰度。OK， 因為其實可以有多個 option 噶嘛，即係假設我已經有第二個地方護照，我唔代表我唔可以再有一個近啲或者我喜歡啲嘅選擇啦，咁樣。我有諗，即係一考慮話有。有拍拖啊，兩個人開始想將來的生活，咁就想啊，呢個係咪一個適合嘅地方咧？咁都會想，喂，咁你講緊百零萬港紙啫嘛？係啊，係呢、這個好吸引嘅。但係好多人都係得把口啫嘛。對於香港人嚟講，呢、這個好吸引。嗱咁講，但如果你真係有百零萬，你真係有百零萬，你又會諗咁、買唔買樓好呢？你又會咁噶咯？百零萬我移民啊，即係唔係百零萬我就移過去啦。你百零萬得把口講咯，唔係，但你百零萬係儲到噶嘛？我想講呢啲咪得把口講啦，儲耐啲咯。唔係，但你到真係有百幾萬，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兩難嘅選擇。係，你真係有百幾萬嘅時候，你又未必呢、這個係會呢個係真係要會認真考慮，就係我一走了之啊，定係喺香港話喂，咁我有得買樓就係另一個喺香港嘅另一個身份嚟喎，即係唔係高貴啲嘅身份咧？即係我存在嘅狀態另一種嚟噶嘛。是啊是啊，我有另一種存在狀態的嘛，咁去到嗰陣就有另一個考慮咯，咁樣咁坦白講，我有得做呢個考慮的嘛，曾經啊，曾經係，咁而家啲錢都使得七七八八啦，呢幾年咁樣要重新考慮啦，重新儲錢，重新儲錢，冇得重新考慮啦，咁啊，重新儲錢，所以移民住八鄉先啊，但係你話成個如果你話淨係從嗰個政治局面去睇呢件事，如果真係對所謂嘅政治死心，其實最大嘅死心，真係對香港人嘅死心啦。即係如果你諗下你住緊嘅地方，你身邊嘅人係對於嗰個所謂嘅政治追求，對於個自由嘅追求係咁樣嘅話，咁我真係會諗，不如我移民去一個地方，佢嗰個族群係曾經為過自己嘅地方嘅自由。去真係拋頭腦灑熱血，起碼嗰班人勇啲先啦、起碼我都認識到班果敢啲嘅人啦。去到今日就係、你身邊嘅人所謂話好投身政治啊，又話投票又勝啊，又 like 咗曾俊華嘅 page 啊，講完之後其實都係喂唔好激嬲共產黨，共產黨最高興。你陪住呢班人去生活到你死，嗰樣嘢係好惡考慮嘅，我而家終於明白到，即係哇！你中意好中意香港呢個土地喎，你望下啲人，你望下呢笪土地種出嚟嗰啲人，你望下左左右右，有時我明白嗰種氣餒嘅喎，你話喂，但係唔係喎，《時報》做教化工作啊、道政啊嗰啲嘢，我知，但我哋少數民族，你再望下左左右右種出嚟嗰啲人呢笪土地，你再望下哇，嗰度五香肉丁，嗰度有回鍋肉，嗰度有叉燒，嗰度有小腩仔，嗰度有乳豬，真係周圍都係豬嚟噶嘛，唔係你自己做唔做到啊？你係會氣餒嘅，我唔係講我哋會氣餒，而係任何一個香港人會生活上你會氣餒，你真係會生活上氣餒。嗰個氣餒頭先我講嘅其中政治上一種，梗係其中一種，另一種就係、是、喂我儲極錢都買唔到樓，即係唔政治啦，即係另一樣嘢。喂，我辛勤工作，每個月有30,000蚊一個月，我女朋友有25,000一個月，加埋55,000，咁我俾10,000蚊家用，俾雙方家長，哇，咁樣已經算少啦，每邊5,000蚊咁樣，跟住又話儲錢買樓，哇，我38歲啊，都仍然未儲到首期，仲話講生仔喎，就嚟停經啦，大佬，即係咁樣講。喂，咁我如果我儲的，咁我就。要諗走有幾期啫，即係如果我覺得係好唔奇嘅一個諗法咯，咁樣咁啊，從東方嘅頭條就
諗起呢樣嘢，尤其我唔知聽眾有幾多係我呢種咁嘅年紀，我諗好容易就會跌咗嗰個瓶頸位，即係譬如早排講緊係點解講嗰啲上樓嘅上車嘅成功故事啊？買多成功故事都開始唔講八十後，係講九十後咧咁樣，即係之前黃達都有提我呢年紀好難再諗買樓噶啦，即係因為而家買喎，我當有首期喎，供喎，我咪即係供到退休嗰日，即係25年啊，供25年，我咪供到60，咁。即係恭喜你嘅，即係恭喜你。唔係啊，咁你係啊，供唔起添啦，供唔起你添，我真係供唔起啊。咁樣如果喂，咁我坦白講，如果到六十，假設我六十歲退休，咁我六十歲冇收入噶嘛，咁我咪申請供都得啦嗰陣。咁我做咩要供樓啊？咁我做嘢之前，我呢廿幾年我租樓係一樣噶。我租地方，租完六十歲退休冇錢申請公屋，咁我供上樓，我又冇收入，咁咪搞撚掂。照計係咁樣啊嚇。咁我賣樓都學啊咁樣。喂，到我六十歲打後供斷層樓，就話俾人要維修咯，15萬啊，一炮咁樣，真係太和的後裔啦。太和後裔，只要咁樣一樣，唔係一到三十幾歲就諗噶啦。即係如果三十幾歲嘅你係有腦嘅話，即係你會知咩業主立案法團，你會知咩叫大維修，你會知供樓供幾。你會知道申請公屋是大約多少錢，高單位大約是多少，高單位是二三千元租，但是又不用俾維修費啊，唔使管理費，哇！咁諗下又好似傻，即係諗完之後，你又覺得不如移民台灣啦，咁樣，我哋休息一陣。